呢首歌咧，跟住话你送俾你嘅咧，亦都系我自己一个里程碑嚟嘅。我记得当年咧，我嚟开个唱片公司嘅时候，最佳出唱片，因为你个人要走咧，所以咧宣传经费咧特别少嘅。咁所以咧，嗰年嗰只唱片咧，基本上咧就唔系好打算有咩大事宣传嘅。但系咧，好难得咧喺呢个 moment 咧就爆咗你咁嘅歌出嚟。咁所以唱片公司都会因为咁样咧都想挽留我，但系我已經傾咗陣間啦，所以就冇續約嘅。咁講嘅呢首歌咧，對我嚟講咧，喺我嘅音樂路途上面咧，雖然唔係我寫嘅歌，但我每一次演唱嘅時候咧，都係需要唱嘅，唔唱嘅人走得嘅一首歌。宇宙的女人，送俾你。Thank you.